時至今日 ，Hospices 係靈養院，係為患上致命疾病人士提供舒緩護理服務嘅地方。喺靈養院同醫院所接受嘅護理服務係唔同嘅，主要係集中喺生活質素上面，務求令到你感到舒適。每间灵养院都尽量将环境做到好似屋企一样，令你感到安全稳妥，盼望你可以欢度余生，并且尊重你的个人意愿。灵养院比医院感觉更似一个家，你会有自己的房间，可以放置细件的个人物品，亦冇限到探访的时间，家人和朋友可以时时嚟探你，可以随你哋选择。在灵养院里面，医疗护理团队会提供护理服务，每名员工都很熟练，可以帮助你处理不同的需要。任何时间都有护士和护士助理在院内，其他的医疗护理员工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。每所灵养院都有完善的设备，可以处理你的病情变化。不过正如你的屋企一样，有些事在灵养院是做不到的，例如大型的诊断检查和复杂的治疗。灵养院的日常护理是需要收费的，不过不会因为有人支付不到费用而被拒绝入院。如果你想知道现时的收费标准，或者担心有财政困难，请和你的医护人员商量。这只 DVD 影碟提供模拟实景之旅，带你看看几间可以选择的灵养院，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。我们希望直指可以帮助你做出最啱的选择。如果你对灵养服务有任何问题，请向你的医护人员查询。